你是无间徒。青蛙，刘师傅在小野道旁边。是感染了乌金毒的血液，重新感染了女奴，控制了她的神经，强行让她的身体运转起来。哇，这种半死不活的感觉真难受啊。我爸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告诉我。这么多年你一直骗我说他是病死的，现在我爸就在这儿，你还要瞒着我吗？现在我们主要是为了解无尽毒，等我回去了会给你说清楚。